一些射手的教学。打枪先让小野开吧，其实现在王妈很适合小野开，真的在这边开双人甲，在自家的话你直接吃吃小野就行了，打野刷无助野怪能到四级的，知道吧？我们直接这个小野怪开，然后再上一对线吃一个兵就能到二级了，这样子的话对线会好打很多，就不用再躺下坐牢，你看吃一个兵然后就到二级了，然后会好打很多，也有了二级在塔下抗压就会顺畅很多。打香香的话转线只能说对面中单是火舞，支援比较慢一点的话可以转线，whip up my appetite, don't leave me high and dry.